这个太高了，我就不唱了。是不是你这原调啊？有阿拉丁神灯，有辛巴达航海哈。念周一节，念周一节不，念周一节古代我。我们里面加一个，就是你知道这种蛇舞。希望是一开始一排是吧？我觉得一排会有，就是跟如果一开始是我们那样什么阿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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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再什么跳跳跳干啥，然后再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觉得嘞？他做动作的时候变收，然后才有手出来。小天说一说，没有，我一直在听，会更有冲击力。我一直在听。我好难，我好怕，我现在是很难，因为我没有，我真的做队长太不擅长了，我觉得很难。大家会有自己的想法吗？我并不是最专业的，我并不是又会跳又会唱又会怎么样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去善于去说去交流，或者是说本来有点社恐嘛。五个人 ，double 的压力。So easy 了，我们一个小时都能搞下来。啊，这么快吗？那肯定啊，五个老师一天带一个，好快的。听到他们说我们是王炸组合，其实蛮受宠若惊的。我觉得我们这一组的综合实力都蛮强的。这次压力太大，大家也就觉得我们是王炸了，所以对我们的要求自然而然就会更高。你但凡稍微有一点不好，你就变得不好。这个做的时候都往中间来的。我怎么对这个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五五六七，走错。对，这个都往中间放。啊。这个手。节目深处很多比较难抠的细节，我还在蒙圈的时候，我看到小丁已经会了，大家都很强哈，我感觉很有压力。扫了中间，我扫了中间，对，然后，哎呀，好。这次呢？我自己是找了一个舞蹈老师来帮我扣动作，反复的练。因为基础本来就没这些弟弟好，笨鸟先飞，我现在就只能通过我的不断的努力再努力才可以，这就是我能做到的。再来一遍呗，我的方法就是多跳，多跳，就记住了，多跳。